好，来，我们看完了吹鸡，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动作派的，声音非常的沙哑，不低调。1975年是几首呢？这个非常的快节奏的热门歌曲，哇哇，风靡的人转台湾，嗯，哦，尤其是他嗓音非常的沙哑，啊、沙哑、哦。你跟他讲电话，但那边听不清楚，喂，干什么？我现在没有空了，空位的。底下想呢，今天他来到了现场，是、嗯、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碧莉姐。没有，碧姐，因为唱完都沙哑，都用喉咙唱。是，碧姐很喘哦。还不会啦，因为我现在还年轻。对，我可以用原，我可以用原本的声音自己讲话吗？可以啊。对啊，因为这样子是蛮累的。我跟你讲哦，你的声音不是在假假啊。啊，不然你有一摆半夜起来，都有一个贼的引导，一出去，可能贼来徛在伊的客厅内底，结果伊跟他问伊讲，找谁？小光迷糊迷糊啊！对啊，阿平这个叫做少年呢，你是少年吗？因为我平常是有在吃保养品回春。你刚出来，我以为你是王彩华哎。Bobby， 眼镜放在我们看麦来吗？没晒，今天没完成。哈，不是不是，因为今仔有特别的迄个装扮。哦，装扮。对，所以袂使甲目镜摕落来，因为目镜摕落，我惊会共夹着啦。因为伊目镜摕落无化妆啦。你讲出来，他素颜也很好看啊。不是啦。来，这是张文琪那个拍波的，耶！厉害厉害！我从出道以来，我自己自认为我模仿最像的一次，就是在超级夜总会。哎，对。耶，自由自由。包括我很用心，我包括我的妆，我的发，你看今天天气有多热，我全部穿，真的长的，你全身都在冒汗了。对，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很喜欢皮裤的人，然后豹纹这一定要，他的元素，然后大概秋冠学一定爱一支目镜，对，哇，啊，他们爱用个爆炸头啊，对对，爱舞蹈动作不断。对对，舞蹈，而且他是很夸张的，对，所以他都要跳黑舞，哈，其实对，热哈。哦，好像好像，什么都不必说，嘿，哎哈哎，阿叔阿呢，阿脸要面向镜头，夸张哈阿呢，你说我咋个来哈起了丢？丢丢丢丢丢，四个人，好来，对对，手要张开哦，哎，哈哈，什么都不必说，哈哈，
什么都不必说。对对对，所以好，很厉害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表演对象的时候，真的，马上现学现卖，敬业有才华。OK， 下一次挑战别人，好不好？对，还要啊？可以啊。我压力有多大吗？为了这一次比赛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有压力才会进步，你永远不知道你有多棒啊！对，可以的。Gina Poli。您做嘛改变？对对对对，基本的态度。今天已经成功啊，好好等个想一下，后回来个改变。好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